老师呢，他是我们部落专门会做上帝衣服的。我们从幼稚园啊，不是幼稚园，婴儿就开始有属于自己的衣服。那我先生的姐姐呢，她的衣服就有20几套，哦，有珠绣的，也是有十字绣的，各种的卢凯族的服装。哦，小朋友一直到他这个年龄阶级，都有他的服装。每一个年龄，每一个层级，所穿的衣服都不一样。结了婚也有不一样的衣服，你到了一个年。